各位观众，为了救助这次香港天灾死难的灾民，香港电视广播公司所举办的慈善筹款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了。这个是香港电视史上首次的马拉松式筹款节目，主持有许冠文、何守信、刘家杰、比姐，还有不少嘉宾粉墨登场，好像宝珠姐献唱一曲。不少粤剧名伶亦都主动参与，好似有麦炳荣、凤凰女，仲有任伯。任伯是首次亦都是最后一次在 TVB 演出。当晚仙姐原来发紧高烧，唱完第一首李后主之后，身体已经好不舒服。坐阵先，仙姐带埋关医生嚟噶，真系病到好紧要。坐阵休息先，观众一定好原谅，亦好想多见你两位嘅面嘅，因为呢种实在好感动人啦。坐阵先，坐低先啦，三位。仙姐翻入后台食药，跟住再出场，抱恙在身。不过仙姐依然唱得好投入。至于有慈善宁王美誉的新马师曾，同样冇理会喉咙发炎，整晚不停献唱。喂，冷得我腾腾一阵，真系真，到都入你心啊！整晚节目有唱歌，有趣剧，连慈善拍卖的项目都十分特别。先生，最高潮都是这一度啊！新界嗰幅农地啊，最后一个数黄海蒂女士出的数咧就是100,500嘅。好啊，我俾佢啦，我捐5,000啦。当晚的节目破天荒由晚上8:00进行到第二朝7:45才至结束，筹得几多钱？兄弟，隆重宣布是打破700,000大关。最后筹得接近900,000元，当年港人已经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